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79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来到 MPM 第11号。那 MPM 10的话呢，其实我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我一直没有下订单，我在惊觉到说，其实我一直还没有买。过几天吧，就先跳过我们到第11号。那这一款是 Autobot 第一集的博派五小强当中最后一个 Ratchet 飞轮衣冠。这个一开始的话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啊，而且这个角色的存在感也不是说很强，可是呢，OK，这又是一个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然后之后呢都喜出望外的一个玩具啊，非常非常的可以，我个人给它的分数呢是非常之正面的，非常非常的不赖，即便呢你并不是为了凑人数啊，我也觉得呢这一款。Ratchet 呢是非常非常值得一入，而且的话呢，目前台湾这里的网拍价格呢，大概是新台币是2200块钱，也就是一个官方 L 级的原价而已。那对比之前推出的几款 MPM 来说呢，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非常之可以。第一个的话，我们先来对比一下跟其他 MPM 角色之间的一个身高对比，Jesse 就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呢，Optimus Prime 我们的。OP 这个身高的话呢，我认为应该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再来就是 Bumblebee 了，Bumblebee 的话呢，我觉得奇怪，大黄蜂的个头好像感觉是不是比想象中要稍微高一点点啊？不过应该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啊。那么呢，这目前这几款问题不大啊，这问题最大的还是在铁皮啊。这个铁皮的话，我要特别的，就是特别讲一讲。你看这个铁皮摆在了旁边，我就不知道这个身高是怎么回事啊。铁皮的身高是不是矮了一点？个头是不是真的是矮了一点？即便把这个两腿都打正吧，我认为差别应该也不至于说到那么大啊。那我们直截了当的话呢，如果说在这博派五小强里头去评论一下，说我心目中的一个 MPM 的排名的话呢，我觉得最好的呢，综合来说最好的呢，应该还是爵士吧。我觉得可能吧，就各方面来说呢，邦莫比也是不赖啊。甚至我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款 Ratchet 呢，我认为，这 MPM 这不败威胁舱里头呢，其实只能够分成三个名次。这前面这三个家伙呢，我真的觉得难分难舍，都是我心目中觉得是合格的 MPM。那唯独后面的这个铁皮跟这个 OP 的话呢，真的就是问题比较多了。拍摄本期节目呢，我要先提一下啊，他身上的这个黄色呢，非常的特殊啊。诚如电影里头的一个 Ratchet 呢，他的一个在夜景跟这个白天跟在宇宙空间呢，他身上的一个光泽的一个色彩呢，都是不太一样的，非常的诡异。那不知道我的这个录起来之后的话呢，跟各位的一个电脑荧幕上面还有每个人其他人的手机啊，或者是相机拍出来的一个绿呢，会不会一样？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各位只要知道说呢，这一款。这种颜色呢，在镜头上面要捕捉呢是比较困难的，就跟之前一个 MP29 的那个 Sharkaway 那个紫色，每个人拍出来的紫色都不太一样。那这一款的话呢，我个人来讲，我先挑它的两个巨大的毛病。第一，大家很在意 MPM 的话，每一次推出大家都会看啊，它的一个 QC 有没有翻车。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有一个地方非常容易掉件，就是这一块。挡风玻璃这一块非常非常容易去碰掉啊，这个部件的话呢，而尤其是它这个很容易，你手这样一推，它保证你看一推它就已经掉了，这个的话也很难把它扣稳。OK，那我为了要让它呢能够好一点，就是我的话呢是在贴了一层的这个透明胶带啊，是贴在这个上面，看看它的话呢会不会这个稍微稳当一点，但实际上效果呢非常的有限，它这个角度的话呢有一点刁钻呐，你手这样轻轻一推到啊。就非常容易去掉啊，这个本身的话，我觉得是为什么不把它碾死？我不理解啊。第二个呢，是它身上这种 C 型扣的位置呢，非常的多。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其实它有一点小小的一个撑开的感觉。这个部分的话呢，这块部件啊，在变形成人跟车的时候呢，这个部件要跟着扭动。一扭动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可能这个地方如果关节过紧，会连带导致这个 C 型扣它咬不住，就容易去喷溅。除了这两间之外呢。在身体的其他部分，像这一块部件也是一样啊。这种 C 型扣的咬合呢，都是稍稍有点问题的啊。这个有打铆钉就没问题，这个没有打的话呢，基本上呢都是比较容易去掉的。大概也就是这两个部分呢，是我觉得 QC 有点小小问题的。其他的话呢，我就会给他都是蛮不错的高分的啊。
可能有人会说后面多这个东西很难看或怎么样，但是我真的觉得也还好啊。而且它这个背包啊，基本上呢全部都卡到定位的话呢，是可以缩到就是差不多是这么大。那我是觉得呢，配合它的一个造型，它就是一个像是背着登山背包的一个营救型的一个机器人。我真的觉得，其实造型来说是并不难看的，并不难看。胸口的话呢，有这两片部件，看似非常的累赘，而且会妨碍手部的一个可动。可是呢，它对整个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破碎感呢，有了超大超大的加分。它的整个上半身的一个造型呢，厚扎实，而且非常的有立体感，是我很喜欢的。再来还不得不提啊，它的话呢，身上呢除了这个前后转动啊是没有齿轮关节的之外，当然这个是我觉得最遗憾的啊。我一再的提过，如果肩膀这里有个齿轮关节的话，玩具的质感会提升很多。但除了这里之外呢，它的手臂、平举还有手肘都有齿轮关节，脚前后踢、膝盖都有啊，甚至这一款玩具的话呢，它就是身上的一个齿轮关节非常的多啊，甚至的话呢，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哎，让它像机器人，哎，你让它做出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呢，可以听到这么多的齿轮关节声啊，真的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而且这个玩具呢，齿轮关节一旦做动哦，它的一个这个玩具会反馈一个力量给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家伙的质感的话呢，还有生命力呢，是确实是有存在的啊。再来的话，也要赞美一下它的一个配件的部分呢，原则上都差不多有了哦。这个电锯的部分呢，非常非常简单就可以安装上去，而且是一个两层的一个电锯，你可以转里头的一层，也可以只转外面那一层，当然你也可以两边一起转啊。那你也可以上下啊，一个逆时针一个顺时针转，随便你啊，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玩。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这个我们先把这个武器拿下来哈，它这武器的装法呢，并非是拿在手上啊，而是扣在以这个地方这个凸啊去扣在它这个中间，这里有个凹洞。那除了这个电锯之外的话，它这里还有两枚这个像是导弹的一个位置，导弹有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不太记得。那这两个部分呢，在变形成车子的时候呢，是要收纳到底盘去的，那也是可以完美的一个进行一个收纳。那这个比较可惜。没有任何的一个涂装，没有任何涂装。另外就是一把枪了啊，这个枪的部分呢，一样，它的一个装载方法呢，跟电锯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凸去扣到手臂上面。我们就暂时的呢，把这个武器给拿下来，武器拿下来，看一下，它这个枪的话有一点点涂装啊，有一个蓝色的一个点缀，包括这个地方感觉有点像是这个，能量要蓄力的感觉。那这个枪是比较空心的啊，拆下来之后就感觉比较。就比较四不像。OK， 这个变形成车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搭载在车顶上面。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看一下这个手臂啊，手臂平举没有问题。然后你可以听到了，平举都有齿轮关节的声音。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肘的话呢弯90度，拳头的话也可以转动哦。然后指头的话呢是6根指头，你看到没有？一二啊，不对，5根啊，5根。然后呢，这个地方是给张开的。那这个地方前面这里的话呢，这个前面。两指这个可以张开，但是这个本身它并没有什么握持力度啊，并没有很强大的一个握持力度。那在变形的时候也不需要特别去调整什么吧，就是直接折下来就可以了啊。那平常的话呢，如果你在安装电锯啊什么，这个手臂基本上也就看不到了。腰身是可以转动的，侧边这一带你看到这里有个板子，这个板子呢也不要觉得它累赘哈，在早期这个07年 Voyage Class 的玩具呢，就有这个类似的这个结构，只是呢那两片结构呢，是变成车顶盖，但是这一款的话呢，变成车子的一个侧门啊。原则上这两片的话呢，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啊，你可以利用你喜欢的一个关节的摆放方式呢，来修饰它的一个身形。那这里有一片这个地方过来，它是故意把这个轮胎给包覆住的，这个呢是单纯就是一个造型啊，为了让造型好看一点。多出来的一个机构，然后这个地方，这也是飞轮标志性的大腿中间外露了这个骨骼。你可以看到呢，这个骨骼呢，它是一个，这个是铁做的。那比较可惜的是，它这个转动的时候呢，并没有说连带里头这个骨头一起转。如果能一起转的话呢，那这个视觉效果就更加的美好了。那这个脚这一带呢，其实细节也不少，也不少。但是呢，因为一片的这个柠檬黄啊，可能就看得不是很清楚了。脚底板的这一块部件呢，是一个金属部件，可以前后也是有齿轮关节的。然后侧边的话呢就没有了，这个接地这个关节就没有齿轮关节了。然后侧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背包的部分，
虽然是一层一层叠了啊，但是有这个轮胎啊什么这个造型，看起来我觉得还算是赏心悦目啊。那如果这个大枪你不喜欢，拿在手上啊，扣在后面啊，原则上是可以背上去啊，不过还是拿在手上可能好看一些些。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一款的一个造型啊，我个人是有爱的，有喜欢，齿轮关节也很多，那绝对不是一个，至少对我来说吧啊。它真的不是一个为了凑数呢而存在的一款 MPM 了啊，是一个值得你单独拥有的一款这个 Masterpiece Movie Series 的一个玩具。在它之前的话呢，我刚好先忘了提了，它的这个嘴巴是可以张开，我已经不太记得我刚有没有提过这个了啊。我们现在的话呢，来跟各位示范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其实呢，它的流程来讲只有两处呢需要特别去做一个讲解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背包的话呢，给往后面都整个拉开来，到后面去。那我要先提一下，这一块部件哦，非常容易去碰掉啊，因为它本身的话就是，如果你施力不当的话，从侧边这里推到，从推到这里没关系，你如果推到这里的话，它很容易就去喷溅。那我先把它给推到这个位置上。那我们先进行它的第一个要讲，它两个地方要讲解而已啊。我们先讲第一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把它的一个这个手部啊，不对，是胸口这个带。胸腹这里，把它给做一个解开，这里把它给松开来，这里松开来，好，松开，松开之后的话呢，我们还有一处要留意到，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地方把它一样，这里继续的把它往外面拉，那我要护住这一块，我真的很怕这块又喷溅，喷溅就是，喷溅其实也无所谓，但就是感觉这个视觉效果就不太好啊。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轮胎这个部分呢给解放出来，然后推到前方来，这里也是一样的，解放出来。推到前方，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卡扣可以扣进去的啊。但是我们先不急着扣，无所谓。我们先来一个，这个是很多的这个飞轮都有的一个大回旋的一个动作。这一款的话呢，也不例外啊。就从这个地方的话呢，给它进行一个转动，在这个话推过去一点点这样子，基本上呢是不会有什么干涉的。你看，直接的这样翻转过来了。OK，那到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就来进行它的一个。这个底盘的一个整理了。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 bumper 从 bumper 开始整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卡扣，把它给松开来，这里推开，这里是一样的，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推出来。好，解开之后 bumper 呢会推回原位，然后往上面提上去。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轮胎的部分呢，不对，我们先把这个头给旋转180度好了。其实你不转的话呢，它一样完成变形，但是就是这个飞轮的头呢会朝着正前方啊，可能就是撞到的时候比较痛吧啊。那我们就把它给转到一个背面好了。其实你真的这个再提一下，那个头没转，其实没有影响它的一个变形啊。这个地方两侧扣进去，好，到这边之后呢，我们的一个变形的话已经差不多要完整了。接下来你听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变形方式，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是把这个洞。跟这个洞，这两个洞呢，我们这样子把它给捏过来，手放这样子。这里的话呢，你也可以先把它做一样的动作，推到底，推到不能推为止，推到不能推为止。原则上就是把这个洞跟这个洞到同一个面上就行了。这两侧的洞呢，分别要扣进哪里呢？就是要扣进这个，这里有个凸，这里又有个凸，这里就是要扣这边这两个洞。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先把这个洞给转过来，看到没有？这样更清楚了。这里一个洞，这里两个洞，扣这两边。那怎么做呢？首先的话呢，你必须把这个车顶盖这个部分呢，稍微的去调整一下，把这个车顶这个地方挑起来，到这边上方这个形状出来，这里整个空间都足够了。我们就把手臂的话呢往内放。如果你照我刚刚那种折法，已经把这个手肘啊这些部分呢都已经推到一个底的话，就当扣进来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样放进来，你看吧，这个地方凸跟凹已经很接近了。先把这个地方给扣进去，上方这里你看到没有？非常的接近，就稍微挪一下就可以把它给放进去了。这个呢就是我刚刚提的，我们事先呢在外侧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把它给推到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位置上面，稍微要去调整一下，差别都不会太大。好，扣进去了，到这边。那这块部件的话呢，把它给推下来。那这里要记得哦，这个脚的话是这样子，到时候是整个这样打平的。
我们这一侧已经扣完了，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边它这个门的话呢，这块部件刚好把它推过来，不然的话这块门可能还要再调整一下，你就调整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把这块部件给往后面推过去，然后呢从这个后面这里斜插进来，利用一点的塑胶韧性就扣进来。好的，那么这一侧的变形呢，基本上这一侧的变形已经算 OK 了。那我们就把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快速的一个变形，这里有个洞，这里有个洞，对，这个洞。那我们就怎么样把它给转到那一侧，然后呢放到车子的一个内部，这个部件的话往下面翻啊，这样扣进来，放进去。好，闪进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位置差不了太多，差不了太多，在这里把它扣上去，上面这里在这个地方一样，差别都不会太多，把它给扣进去。好，两侧都扣进去，最难的部分已经变完了，这个变形最难的部分已经变完了，再把这个部件往后面推。好的，所以呢这个整个车头是整个变形最难的，第一个这个地方一个大回旋，再来就是把这个手臂这两侧的两个洞跟中间的这个骨干的这两个凸的话给做一个结合啊、再做一个没有扣得很到位，把它扣好。好，这样子原则上就已经差不多快变完。车顶盖呢先不管它，整个往上面推。再来的话这两侧的部件呢，这里我们要做一个腰部的一个旋转，这里腰部旋转180度，再来外摆内收这个位置再转180度。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整理它的一个，把这个地方折上去，先把这个脚底跟推进去，这里推进去，整个往上面翻，然后呢把这个面板的部分呢给打开，这个地方给打开翻上去，然后这个部分呢往后面翻，翻过来。那你翻到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双龙关节你怎么翻都翻不过去啊，那是因为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我们要把它拉出来一点点，要把它拉出来一点点。好，拉出来一点点，这个时候呢这块双龙关节呢就不会被干涉，它就可以推到整个面是平的了啊，这边就记得啊，这里也是一样的，先把这个面板的部分呢翻出来。然后提一下，它这些面板中间这些啊都是没有打铆钉的，所以在这边变形的时候呢也是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喷溅，还是有可能出现的。这个部件翻上来，然后这个部件往外拉，好，拉出来之后呢这个地方就可以整个给压平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呢，把这整个部件往后面，记得这整个车身的话呢是要整个往后面拉到平的，往后面拉到平，这样子整个往后面拉到平，再把它呢往前面放进去。那这个车顶盖啊什么的就暂时的话就是先不要管它，我们先把这个脚尖的话呢能够放进里头为准，这样子放进去。你看这一侧形状已经差不多了，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这样子变这个部分的话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了、啊、并没有。好，这样子，好，都放进去了。那它的一个两个脚掌中间呢是有一个凸跟到的一个结合的，在这个地方，在这里看到没有，那你看不到无所谓，你看盲变一样可以把它给推进去。最后就是这一些部件的话就是最后一些密合了啊，然后这一块部件我们可以先把它给推到后面折进来，这里也是一样推到后面折进来。那你是要这个时候调整还是最后再调整呢，就看你个人的需要了。这个地方就转动一下到这里，你就简单说就把这个黑色的条纹朝到正下方就可以了，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这里转过来。因为这块面板的话在人形状态下呢可能也是自由摆放的，所以你只要记得车型状态下就是把这个黑色线条朝下就可以了。好，到这边扣上，这边都是一样的，这里往上面推一下，嗯哼，好。以及呢最后的话我们先把这个车顶盖给盖下来好了，车顶盖往下面盖下来，这里有一个凸跟到这个结合，都扣上去。这个呢很爽的一个变形过程，因为它就是一个，就是我经常提的，就是你只要按压下去它全部都会到定位，好，就感觉就是比较舒服一点的。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是官方的玩具比较容易做得到、啊、最后这个地方的话呢之前几次的把玩呢完全没有去注意到啊，这一次变形才发现它这一块部件是可以往内推进去往外出来一点点啊。那如果说你不信的话，你把它整个给往内变形的把玩的时候把它往内推进去的话呢，
里头的黑色部件呢会妨碍到我这块绿色部件的一个组合，所以在变成车型的时候呢，这个黑色部件是一定要往前面推过来，这样子一来的话呢，才不会去干涉到我里头这个车窗的这个蓝色部件的一个结合啊。难怪我刚刚按了一会儿啊，我发现这个地方密合一直不起来啊，就是这个地方，这个黑色部件上往前面斜45度角这样放上去啊。 OK， 还好有发现到啊。那最后的话呢，就是一个武器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搭载的一个部分。武器的搭载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这个原本手上这个炮，它是安插在这个地方，有个孔洞，这个安插的话我就觉得还蛮妙的啊，原则上就是完全的不去影响到这个载具的一个运作啊。这里扣上去，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飞轮的一个头，现在头是朝后方，因为我有脸给它转180度，如果你不转的话呢，它就是脸会朝前面。那在车子的一个正面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它那个人头露在那边。那它的武器的话呢，上面这个武器的话是扣在上面这里上面这边。那最后这个电锯的部分呢，它是扣在这个，它是一个 C 型扣的一个型，抓不住，你看它是一个 C 型扣的形态，去扣在这个地方，这里中间这里不是有一个两个凸吗？从这个地方扣上去，那就可以把它完美的搭载在一个车子的一个后。那我们来看到一下这个飞轮的一个载具形态啊。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滚动性吧啊，出乎意料之外的好，非常非常的好。虽然不是橡胶胎啊，但是这个声音还算听起来舒服了啊。那它的一个金属部件那个脚掌的部分呢，现在你各位还有个印象，它应该是在这个车子的一个正中心的部分，所以在推起来的时候呢，包括车子拿起来这个比重真的是还蛮恰当蛮舒服的。那在这个地方要提一下，这一块部件啊，推到后面的时候，这里压下去的时候呢，会听到咔的一声，才是能够完全压到定位，这样子的话呢，它的一个轮胎呢才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干涉。那么武器的搭载的话呢，上方的这一个大枪我觉得虽然是有点，当然是没有的话会更好，但是真的放上去也不至于太差。那后方这个电锯的话就有点恐怖啊，稍微有点点小诡异啊，不过有比没有好，而且至少还在一个不是非常显眼的位置啊。那它身上最大的毛病就是一个色差的问题，从侧边来看呢可能还行啊，这个心电图的这个图案还是有一些简单的涂装，但是这一块就是这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块这个两侧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塑胶的原色，还有这个人形胸口两侧呢增加破碎感的这个零件是涂装的，所以就有一些差别了。然后博派的标志这个印的还算是蛮清楚的，上方的这个门把的一个涂装也都是有这个 search 还有这个就是搜索和营救，然后这个就反正就是一些涂装啊什么的，该有的话呢也算是有了啊，不过如果愿意再勾点线啊什么会更好。那本身颜色应该是比较亮的一个配色，所以上面的一些英文字有些可能就看得不是那么清楚的。轮胎的话呢还有一圈的一个涂装啊，中心点的话也是有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加强的，底盘的话呢就是如此这一般，武器的话呢收纳也算完美。整体来说的话呢以博派吴小强来讲的话呢，这一款第一它本身人形我觉得够霸气很大，而且你要知道在博派里头呢，刚我提过了，倒数两名铁皮跟这个 Artemis Mine 呢，两个体型是最大，但做的最差。那变成说呢，三个比较好的里头呢，这一款 Rush 呢已经是体型最大、最够分量、最重的一个了。加上呢，过去飞轮呢比较好的模具呢都是 Deluxe 等级，甚至比较新的模具呢都是 Deluxe 等级。Voyage Class 也就07年那一款模具呢，已经用了好几个世代了啊。那今天的话呢，终于有机会呢玩到一款体型比较大的一个飞轮，而且整体表现确实不赖。人形的还原度或许有那么一点问题，但它的造型是我喜欢的菜，当然是不是你喜欢的我不知道，不过以我个人来说呢，今天的这一款的话呢，我冲首发来买呢，我真的觉得并不会让我觉得失望啊，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即便你不是为了凑博派吴小强，这一款的一个人形跟车型的这一个美型度来说，我认为已经很足够了，变形也不是很困难了啊。那这个 QC 的部分以我来讲就是这一块，这个挡风玻璃非常容易去掉，以及身上有一些 C 型扣的部分呢是比较容易去没有打铆钉的关系容易喷溅啊，其他问题都不多。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